零下暖意的绵延，在大陆河北承德市从三座山村的寒冬送暖走进当地市府团队和志愿者。欢迎你们常来，在你们的这种行为和行动的感召下，我们承德的老百姓可能走得更好。头一回跟着慈济人做发放的在地志愿者心有所感。我们很多师哥师姐都来自各个岗位，但是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份真诚，在播撒爱的同时也在播撒希望，在播撒未来。这粒种子我们种下了，一定会生根发芽。这边再回去致赠结缘品，送上福气，彼此比着一家人的手语，善的相连还在后头。感恩、尊重、爱。傣新闻真善美之工郭金宝，河北报道。